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20河南特大暴雨引发全民关注，娱乐圈明星也积极行动起来了。有的明星通过捐款方式，有的明星通过捐赠物资，还有的明星就是一直转发求助消息，让更多人得到关注。7月21日，龙涛娱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黄子韬公司全部艺人及员工捐款300万元，驰援河南灾区。此外，文中还透露，捐赠物资尚在统计安排中，河南已定型盼平安。不得不感叹，虽然黄子韬平时嘻嘻哈哈，但关键的时候还是很给力的。很多网友忍不住夸一句，黄子韬你这把满分。不得不说，黄子韬给年轻明星们做了一个榜样，他的率先捐款以及不小的捐款金额都代表了他本人的爱心以及年轻艺人们的艺德。在关键时刻三观正，有榜样力量，这才叫明星啊。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欢迎留言讨论哦。